大家好，我是小飞，这是我们家种的那个南瓜，都已经黄了，现在天也比较冷，现在都已经下霜了，我们把它摘回去然后煮稀饭吃。我全部把它摘回去，哎呀，这个扎手，这秧子都干掉了。这里面还有一个。皮都红了，一动它就掉了。呀，这个都裂开了，这个还能吃，这边能吃。柴火堆上去了。这个最漂亮了，这个长得最红，这个最漂亮。